堅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，係啊，係啊，俾面先得，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。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玉敏踩場。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5日，即係時間過得好快，即係今年咧，即係2022年啊，仲有半個月就完㗎啦。咁我哋咧就下個禮拜到咧就會出啲預告啦，咁新嘅一年咧，2023年咧，咁我哋都會有啲新嘅節目嘅嚇，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咁而家就喺度整理緊啲相關嘅資料啊，其中一個咧就係講黑社會嘅，講佢前身紅門啊。咁呢個咧就我哋已經花咗半年嘅時間咧就去籌備嘅，同埋搜集啲資料啊，真係好煩啊。咁咧就同我哋合作嘅咧，就係喺呢一個舊金山嘅即係五洲紅門志工總堂啊，咁啊同我哋合作，因為佢嗰度有好多好珍貴嘅歷史資料啊，咁就紅門嘅起源啦，同埋呢個五洲紅門志工總堂啊，同埋各地嘅分堂，同埋同辛亥革命嘅關係嘅，好多呢啲歷史嘅史料，咁佢哋而家將大部分嗰啲原始嘅文件同埋史料咧。就送咗去呢、這個即係 Berkeley 啊 ，UC Berkeley 啊，帕克萊大學嘅圖書館啊，博物館啦。另外有部分資料咧，我上次去嘅時候咧，我哋去參觀呢、這個即係舊金山個亞洲呢一、這個博物館啊，即係全部展出亞洲嘅嗰啲文物嘅，都有興趣將呢啲咁嘅資料整理。嗱、這個係歷史嚟嘅。咁我自己手頭上咧又有即係早大約應該成30年前，即係中國大陸出嘅一套《天地會》四本，《天地會》嗰本書咧，嗰本係即係其實係一啲學術嘅研究，係當時嗰個年代仲可以做呢啲即係學術研究，就喺呢、這個滿清啊嗰啲檔案嘅資料咧，當時即係去。即係追殺呢啲天地會人士啊，咁即係攞到翻嚟嘅嗰啲好珍貴嘅資料，咁呢四本書咧，咁我都而家都仲保留喺度嘅，咁啊入邊有好多資料可以同我哋而家揾到嗰啲咧配合嘅。咁除咗講呢啲之外咧，我哋仲係講即係後來嗰個發展啦，係嘛？咁紅門全世界都有喎，係嘛？有啲地方合法嘅，有啲地方非法嘅。在香港就是非法的了，三合會啊，或者叫做紅門都是非法的。但是 在美國呢就是註冊社團來的，在台灣都是合法的。啊、那我們那條題目大題現在初初定呢就叫做海外紅門的前世今生。那為什麼用海外呢？因為只有海外才有嘛，是不是？在中國又沒有，是不是？那台灣有啦，是不是？咁都係海外嘅嚇，咁我哋主要就係集中喺嗰、那個即係前世今生，咁今生就有啲仍然係存在啊，仲喺度做緊好多嘢嘅，有啲咧就已經被取締啊，變成一啲非法嘅組織咁等等，咁呢個咧就會喺明年咧年初我哋就會推出呢個節目嘅，咁而家就即係啲資料整理緊，有好多片啊、畫面啊、這個圖片啊。文字啊，好多嘢嘅。咁大家如果睇過杜琪峰嗰部《黑社會》咧，咁佢都有一啲鏡頭就即係嗰啲所謂三合會嗰啲儀式啊，咁樣。但係即係觸及好少嘅啊。
咁嗰啲龍頭棍係點樣嚟嘅咧？咁樣係嘛？咁呢啲咧，到時我哋又可以喺嗰部電影入邊嘅嘢，我哋都可以講下嘅，知唔知啊？咁所以會係一個即係都好長嘅節目，可以做成年嘅節目嚟嘅。如果你一個禮拜做半粒鐘或者一粒鐘，你可以做一年咧，最少做一年嘅時間。咁呢個係出年啊，即係其實話咁快到啦，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去整理嘅。我今次喺舊金山嘅時候咧，亦都同呢個即係志工堂嘅領導人咧，都好仔細傾過呢個問題啊。咁啊，當然我哋係從嗰個歷史個角度出發啊。咁當然亦都有好多現實有關嘅嘢嘅，同政治有關嘅嘢好多嘅，咁啊。譬如大家知唔知道，即係早輪有一個消息，應該早幾年啦，兩三年有個即係喺澳門好出名嘅賓拿區啊，即係咁佢搞咗個一帶一路嘅咩互惠公司啊，話要保障即係、就是、保護嗰啲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啊，嗰啲即係參加呢個一帶一路嗰啲企業啊，咁樣咁啊，後來又好似無疾而終啊咁樣。咁更早之前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嘅七八十年代係嘛？鄧小平講過一句：黑社會也有愛國的。跟住當時嘅公安部長蒲四區，黑社會也有愛國的，就秉承呢個鄧小平呢句説話。跟住咧就喺後過渡期喺香港全面統戰香港嘅呢、這個即係、相關嘅堂口啊。咁呢一段歷史咧，我都寫過文章嘅。咁所以呢啲咧，我哋就會喺出年就會做呢一個節目啦，因為我覺得好有意思。咁成日講香港政治，講到都麻木曬啦，所以我遲啲咧，我會搞啲比較學術性嘅嘢嘅。咁你有冇人睇我都冇乜所謂嘅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記錄嚟嘅，因為等於我而家即係個耳壇搞事錄，我將啲片段剪輯過啊、分類啊咁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即係資料庫嚟嘅，我覺得係。咁將來即係啊，研究香港政治發展歷史嘅人，咁會有大把呢啲咁嘅素材咯，係咪？咁即係我哋做。都是做呢些工作啫嘛，係咪？即係功成不必在我嚇。咁我哋係做呢些資料整理的工作，同我哋自己親身的經驗，係嘛？咁所以我都會將佢整理，就通過而家可以在我哋呢啲節目度咧就播出，係嘛？咁有冇人睇？即係多唔多人睇呢個對我嚟講都唔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嗰個就係一個歷史，係咪？係一個記錄，好重要嘅。我哋作為一個記錄者，係咪？同埋我有。即係親身參與嘅，咁我都可以做呢啲。咁另外一個節目咧就係啲教學嘅節目嚟嘅。咁我上次都有提過噶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字咁淺，一字真係唔係咁淺嘅，係講文詞，講文言虛詞。咁我上次都有提過噶啦，我就會試播一個階段。如果睇嘅人唔多咧，我就收費先有得睇嘅。咁就呢個而家喺度度緊啦，咁已經寫緊啲嘢噶啦。咁希望盡快呢、這個月。底之前出到第一集就最好啦，出唔到我哋就出年年頭啊，咁就開始就播出。咁呢兩個都係已經籌備咗七七八八節目，咁啊借今日呢個時間咧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又回歸正傳啦。咁啊今日咧就我要講幾個題目啦。咁啊即係都係最近大家都比較關心啲嘅。咁最新熱辣辣嗰個咧就係我自己比較關心嘅，我就排喺頭噶啦。而家我哋好似做新聞咁啊，頭條啊。第一段嘅就係頭條，係咪？二條就是、第二段。咁今日咧，我會出五段片嘅嗱，呢個而家係直播嚟嘅。OK， 咁我自己嘅計劃咧就係會出五段片。咁喺呢個節目完咗之後，呢、這個零鐘頭嘅節目完咗之後咧，就會喺 YouTube 嗰度咧就俾大家重温嘅，就會上呢五段片。咁我哋睇下又有幾多段係俾人哋黃標啦。咁啊，而家都唔理得咁多噶啦，最緊要就大家支持你磅水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咁你啊？即係而家 Super Chat 又可以磅水，你付費又得，係咪 Patreon、PayPal 咪都可以嘅，只要你支持我哋，咁你就可以俾錢咁就得㗎啦，係嘛？嗱，大家記唔記得十月中咧，喺英國曼徹斯特，即係呢個中共駐呢、這個北京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嘅門口咧，就發生一場即係香港人示威抗議嘅啊！咁但係咧就俾呢一個即係領事館嘅人咧。就夾硬拖入去領事館嗰個範圍，點解佢會拖入去領事館嘅範圍嚟動粗咧？就因為領事館個範圍佢有外交豁免權啦，佢喺度打死你都得噶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就喂，所以呢啲人你話即係作為一個外交官，呢種係流民嘅所為，係咪啊？咁呢個就係喺呢個主要就係因為有你知道而家好多香港人喺英國啦，係咪？好多地方都有嘅。
啊，曼城咁即係曼徹斯特啊，伯明翰、倫敦咁啊，最多人嘅周圍都有嘅。OK 啊，即係我本嚟打算明年咧，即係安排個時間我去英國。我諗我去英國，如果我飛住一個月不可，否則嘅話我冇辦法見到所有唔同地方嗰啲，即係我哋識得嗰啲香港人，係咪？嗱喺呢個即係中共二十大即係開幕嘅時間咧，即係嗰陣時咧就係、是、喺英國嘅香港人組織咧，叫做捍衛港人陣線啊。咁佢哋就喺呢個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門口就舉行集會。咁咧期間咧就有喺總領館走出嚟嘅人同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啊。咁就引起呢個英國傳媒同埋政界嘅關注，使到事件升級到去外交嘅層面。咁呢件事其實我哋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喺節目度有一節係講呢單嘢嘅，係咪？咁今日要講嘅原因咧，就係話中共咧就召回咗六個外交官，即係駐曼城嘅六個外交官，即係駐曼城嘅即係呢個總領館啊。包括呢個總領事在內，六個外交官召翻翻去大陸。嗱呢件事，如果你淨係睇呢個新聞咧，好多人可能唔明係啲咩事，其實就代表你共產黨即係衰咗咯。啊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喺外交上邊，你呢鋪就係、是、喂，你講句難聽啲，你想人哋趕你走啊？即係呢幾個有份肇事嘅中國官員啦、啊。你想人哋趕你走，想英國趕你走啊？定係你自己召回呢六個外交官啊？係咪？嗱，因為當時發生呢件事咧，就話喺呢一個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門外發生有抗議者，喂，即係唔好話俾人圍毆啦，推推撞撞、喐手啦、打人啦，甚至其中一個係拉入去入邊領事館個範圍度動粗嘅。咁呢啲做法係鬼鼠到不得了嘛，就是、因為喺嗰個範圍裏面咧有外交豁免權，或者你呢啲咁嘅所謂外交官佢有外交豁免權，喂，而家呢個係一個法律問題嚟嘅，呢個係犯法噶嘛，係咪？你毆打嗰啲和平示威嘅人啊嘛，係嘛？咁當初即係外交部仲即係嗰個回應仲好乞人憎添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哇，講到啲民族主義上頭，維護國家尊嚴。喂，你江澤民以前就算外訪你都有人當你小丑咁畫啲圖啊，係咪？或者做啲即係道具嚟嘲笑你都有啦，係咪？咁你而家只不過話因為嗰啲示威嘅人、抗議嘅人啊，即係有張圖啊，惡搞呢個習近平咁啫嘛，哇！咁你義憤填膺，咁唔緊要，咁你可以喂組織啲你共產黨啲流民係咪？咁你喺嗰度打人當係群眾肢體衝突咯，係咪？唔得咯，你唔係你自己落手落腳，你作為呢個總領事，你落手落腳喎，係咪？咁你話係咪黑人憎先？係咪？所以咧，英國嘅政府同埋國會，喂都誓不罷休，係咪？喂，呢個就變咗一個即係，喂，係外交問題。同埋一個法律問題，你除咗外交問題，一個法律問題咧，人哋警方會調查呢件事啊嘛，係嘛？咁調查呢件事，喂，有曬啲影片睇得清清楚楚，你有份喐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係嘛？鄭熙元有份打人嘅係嘛？咁所以呢個英國保守黨議員咧，呢個都好辣嘅呢個啊，艾利西啊 ，Alicia， 佢就話咧。我哋睇到中國總領事撕扯海報和區廣和平抗議啊！咁然後佢嘅講法咧，我係努力保護同時總領館人員嘅生命受到威脅，係咪？Bob辱罵我們的國家，呢個 Bob 咧就係嗰個俾人拉入去揼嗰個香港人，阿 Bob 啊，就係俾人拉入去領館範圍裏邊俾人打，係嘛？辱罵我哋國家，我哋嘅領導人，我認為呢個係我責任，責任你咪喂大佬，你可以行出嚟開記者會抗議都得㗎，係咪？咁點解你要揼人啫？用武力啫？咪呢個係流民嘅所為嘅。嗱，講到外交豁免權咧，你作為外交官，咁你有外交豁免權，咁但係
喂，呢、這個外交豁免權就係話咧，好啦，你外交官或者家屬唔會因為犯罪或者民事案件而被逮捕同埋起訴嘅，呢、這個叫外交豁免權。咁就即係家家有求嘅，你嘅外交官喺度大陸都係咁樣，係嘛？你如果你犯罪或者你嘅家屬係嘛？或者啲民事案件俾人拉或者起訴，呢、這個係可以豁免嘅，係嘛？咁你當初話有人企圖非法闖入領事館，而呢個即係大曼切斯特警方就表示，即係當時表示啊，警方多兩個字啦，多達40名示威者聚集喺領事館外，領事館係屬於英國領土，但未經同意就不得進入大曼。唔係呢個領事館係屬於中國領土，唔係英國領土，點會屬於英國領土咧？係嘛？即係領事館就係中國嘅領土，唔係英國領土，係嘛？咁未經同意就警方不得進入。咁啊，大曼切斯特警方就話咧，一群男子從樓內出來，一名男子被拖進領事館並遭到毆打。呢個係警方嘅調查結果嚟嘅，大佬係嘛？咁呢個就好明顯，你就係犯咗法啦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你有外交豁免權啊嘛。咁但係呢、這個即係、前保守黨領袖咧就話咧，英國應該正式宣布呢一啲中國外交官為不受歡迎人物，因為你有外交豁免權，咁佢唔可以懲之於法，唔可以對你呢種犯罪行為懲之於法，唔可以起訴你，唔可以拘捕你，咁但係可以趕走你啊嘛，大佬係咪？嗱呢一位即係前保守黨領袖就認為，喂你喺曼切斯特公然去攻擊一個和平嘅民主運動人士係嘛？即係、讓呢一啲負責任人抬著頭離開英國係唔夠嘅意思就話嚇。让中国将他们带回去都是不公平的，我们应该几个礼拜前就将他踢出去，根本就应该赶走他，是吧？驱逐出境，是吧？嗱，不可以起诉你，不可以告你殴打，是吧？或者即系，但是我可以赶你走嘛，咁咧就由于即系英国政府同埋國會咧態度都非常強硬，係咪？咁啊要追究到底，咁共產黨咧就被逼啊，就喺呢一個應該係琴日啊，一個日子係幾時先？我記得我睇新聞係應該呢一兩日嘅，係咪？咁就呢件事事隔兩個月啦，應該係琴日啦，係咪？咁因為即係曼切斯特警方咧，曾經要求即係嗰六個中國官員放棄嗰個外交豁免權嘅，就然後接受調查嘅，係嘛？咁啊定咗個 deadline 咧，就係12月13日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原來咧就喺呢個期限到期之前就已經離境啦，係嘛？咁呢個係中共啊，即係北京方面召回呢個六名外交官。費事養衰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所以呢個係一個醜聞嚟嘅，外交醜聞嚟嘅。嗱，亦都反映咗即係而家嘅西方國家咧，對共產黨嘅中國啊政府咧係深惡痛絕。咁你呢個深惡痛絕，你就唔好成日話人哋壓迫你，或者人哋欺負你，人哋霸凌你。屌你咁大個國家，點霸凌你？點欺負你啫？全世界都有中國人嘅，係咪？咁啊？即係你邊個國家冇中國人咧？你英國幾多中國人咧？係咪幾多呢啲小粉紅？幾多呢啲民族主義者？係咪幾多愛國嘅中國人咧？喺外國係咪先？點樣霸凌你啫？係咪？喂，你啲所謂就係流民嘅所謂啊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你即係呢個真係有失體統係咪？喺外交上邊咧丟架，全世界都老土你嘅而家係，除咗嗰啲弱小國家或者即係食緊你飯嗰啲係咪？美國、英國同埋歐洲呢啲大嘅，即係呢啲文明嘅國家，全部都老土嚟噶啦，係咪？已經係好清楚啦，神憎鬼厭，係咪？點解會神憎鬼厭啫？就係、你所作所為啊嘛！就好似睇呢單嘢知道啦，嗰啲香港人，喂，你將鎮壓香港人帶到嚟呢個英國喎，幾過分啊！對於英國嗰啲自由主義者嚟講，係咪？嗰啲崇尚民主嗰啲人嚟講，係咪覺得喂，即係呢種所為，佢哋係冇辦法接受嘅？你喺香港已經用國安法嚟鎮壓香港人，係咪鎮壓香港人嘅示威，咪拉曬啲人去坐監？喂，你嚟到人哋英國，你都做呢啲嘢喎？人哋喺你門口示威就成日都有噶啦，領事館嘅門口示威，因為你衰嘢做得多啊嘛。新疆嗰啲人又會嚟示威，西藏嘅人又嚟示威，每年六四嘅人又有人嚟示威，係咪？
在加拿大多倫多啊、溫哥華啊啲總領事館、沙凡市啊總領館啊、洛杉磯總領館，成日都有人去示威噶，係咪？你哋都習慣咗噶啦，咁個原因係乜嘢都好清楚噶嘛，係咪？過去呢幾十年，你嘅所作所為係嘛？你鎮壓新疆人，鎮壓呢個西藏人，鎮壓而家鎮壓香港人係嘛？所以以後喺呢一啲所謂中國駐外嘅領事館裏邊，外邊一定有香港人去示威嘅。多了一批就是香港人，是吧？咁呢啲就是你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嘛。所以今次一个即系北京召回六个肇事嘅外交官咧，你是被逼的 OK， 你系冇得唔咁样做嘅，系吧？所以呢一个英国外交大臣咧就讲得好清楚嘅啊，佢话咧，中方召回相关官员反映英国对事件的严肃性，但对涉事官员不会接受问话或者面临后果感到失望。这个是外交大臣讲的。你不需要接受问话又没有面临后果，其实都面临后果，现在就是要召他回来，是不是？那就换个第一些来咯。那就曼彻斯特警方就会继续就事件调查，会继续在世界舞台和国内遵守法治。希望其他人都要咁样做，尽管如此，那些曼彻斯特事件负责人不再是，或很快将不再是驻英国嘅领事人员，这是正确的。嗱，其实呢个讲法咧，就其实一啲都唔含蓄嘅，系好明显就话俾中国听，啊，你而家咁样召回六个即系吓流民嘅外交官，啊，我哋都唔系好满意嘅咋，系嘛？因为他没有接受问话，没有接受警方的调查，同埋而家呢个后果对他来讲不是叫最严重。做中国人啊，是不是很威呢？你觉得是吧？从这件事看到就不是很威咯，是很丢架。休息一阵。